你是来道歉的，还是来幸灾乐祸的？你知道你这是私闯民宅吗？ 你知道你毁了多少东西？那你就报警啊！报警，你让警察抓我！你知道我看到这一切，我最心痛的是什么吗？我最心痛的是你，因为我看得出来，你真的很痛苦。我希望这么做，你的情绪能够完全发泄出来。这些日子，我都由着你发泄。 因为我也觉得很抱歉，陈放的事情真的是个意外，我心里面的愧疚，不比你想象的要少。江浩坤，你一直说你很愧疚，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啊？你是不是这么说，你心里才会过得去啊？那请你告诉我，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会停止伤害你自己？说说看嘛，嗯？ 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要一样样的试过来，我才能知道怎么折腾你，我才信你会痛快啊。哎，不过你刚才倒是提醒我了，你说你这些东西都无所谓啊，也对，人命就得人偿。 你让我失去了我爱的人，我也得让你尝尝勇是我爱的滋味才公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一直都想理解我的感受吗？等到你什么时候失去了你爱的人，你就能理解了呀，你就能明白我现在心情了。 怎么样？是不是现在焦头烂额了？天哪，这都将来弄的！ 兄妹什么深仇大恨呀？这干嘛呀？这是。他从小就被惯坏了，他是任性了一点。不对，他以前是任性，大小姐脾气，说话顶人。但是从深圳回来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你看看这一屋子吧，这还是任性吗？ 根本就超出胡闹的范围了，不会是跟陈放有关吧？陈放死了，跟你有关、啊？跟我没关系。 刚才忘问你了，你那个前男友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说不定我能看上他呢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他现在就一神经病，别理他。